我都去另外一个国度了都。打那么长时间也没个 boss。直接学个易得了。感谢人参营。哎呀，有 boss 战，我就打了一个食人魔，没有了。有没有神？我想试神，我杀两个神玩一玩。先 A 一个兵啊，一刀不补啊，这不能吧？啊，早知我不 A 了，你也不能一个也不补吧，兄弟啊。我们先天领先他一个人头。得经验你也别吃了，别让兵线进塔啊！他补了一个，别让兵线进塔。你是我见过最猥琐的人马了，没有之一了。打个眼儿的，哎呀，我少了一个兵经验，靠！为了查这个眼儿啊，丢了一个小兵。兵线出来了，我们先升个四级啊！不行，这人马一个刀不补，我不推。我操！把他杀了，杀不了，用补刀压他，没事，你让他推吧，我兵线往这边推，然后我还28刀。除非他们家寡妇过来约他，那行，要不然就农呗，谁怕谁呢，真是的，你农我农呗，你爱我不补。
这就略微是有点过分了，这说实话。搁这儿等着我呢。我闪现稍微闪了慢一点，有点稍微闪慢了，闪快点好了，闪快点。他就是我主要，我一开始我没看见寡妇，谁知道寡妇来了呀。没事，跟他发育呗。这人反正打优势他也不跟你打，他也不会玩，玩吧，慢慢玩。我去打你们家个蓝。像你像打这种人，你就不用着急，你知道吧？你跟他急没必要。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来慢了，打完了。推不？你得推吧。来，这波能打。先杀人吧，啊，寡妇呢？上面呢？等一会儿啊，不用等了。有眼儿的，有眼儿也得看着。你这莫干辣在这打石头人，让寡妇杀了不合适了。哎，护甲鞋，换个扫描。他们家寡妇打野，我查眼也没用。谢谢西门小小鸡。
没事，我这边有闪，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他在下路。这人真的好猥琐，他是我见过啊，最近打的最猥琐的人没有之一。前期一个刀不补，一个刀也不补，就是耗血也不耗。突出一个稳健。这闪啥呀？哎，你为啥要闪呢？你怕啥呀？我不搁旁边呢吗？给队友打个信号，银马下去了，这边吃他打皮。阿군이당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我跟不下去，他跑得太快了。还行吧，我们吃了几层塔皮。回家，这把就不能出三项了，这把出三项跟他玩有点玩不起来。没回去，差一点点。走着打，差一个小件儿，你妈的！还啥呀？怎么就差个小件儿了呢？我是不是看见你了呀？着什么急？给我盾，你让他放 E 呀、啊！他200黑切。
等我把黑解除了，下掉小龙两分钟。他十一级，我十级。这波往下走啊，资源速度太慢了呀，这队友。没得资源啊。俺们家这波下路打还可以，三打五。三打五杀俩。已经行了，这三打五。可以接受了。把这打了来。拿两条峡谷，这也不叫偷偷捡火折磨队友吧，这他们自己菜，你说那该打不打，不该打瞎打，你说自己心态差，没打赢就投降，这有什么好投的呢？不能去，右边劫在，收兵去了。本来我先打一把完事儿，早点结束。每一回到晋级赛呀都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吧，就很讨厌。谢谢折剑听雨落。
距离上次更新。